王大陆宣告自由身，大闹解约，遭柴智屏三度打脸。我会自己开公司啊。我柴智屏有没有对不起？难以置信，他们还上过详情节目《揭秘娱乐圈男星相亲之旅》。啊那是哟！如今表情包霸屏，总有一款戳中笑点。是啊，有喜了，有喜了！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吃又给力、不会喊的点心面团冠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我是小鱼星辰。大家好，我是古小。接下来呢，首先手机摇一摇，赶快来领奖品喽！是的，告诉大家，本周我们要送给大家就是最新上映的由黎明、王珞丹以及林俊杰主演的《消失爱人》的全国通兑码。是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好吃好玩的电子代金店等待着大家喽。是的，俗话说得好，有一句话叫做“人怕出名，猪怕壮”啊。在娱乐圈就有一个人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风波就随之而来了。如果你亲手培养的孩子翅膀硬了，要跟你闹分家，你会怎么想呢？近来啊，在台湾地区有金牌制作人之称的柴智屏就碰到这样的窘境。他与王大陆的解约风波闹得沸沸扬扬，已经进入白热化状态。王大陆方面更是坚定表示会离开柴智屏，自己开公司。很简单，其实我要离开柴智屏公司，我会自己开公司啊，我会自己开公司啊。开公司是爸爸有拿钱出来帮你吗？没有。看来王大陆是去意已决，根本留不住啊。六号下午，王大陆协同好友以及委任律师正式召开记者会。据某周刊爆料，双方解约风波闹这么大，就是解约金额谈不拢。当时拟定的和解笔录上面写了三大条件：解约金3000万一次付清，转约之后未来4年柴智屏依然继续按照原比例抽成，王大陆必须再拍3部片，每部片酬只拿100万人民币。但王大陆的委任律师却这么说：份文件呢，因为王大陆本人并没有同意，所以他没有发生效力。律师还表示，已在12月16号寄出存证信函，附带律师函，对方公司也在17号收受。律师并强调，按照法律条文规定，演艺经纪契约就是委任契约，而委任契约是双方都可以随时终止的。所以王大陆今天召开记者会，主要的目的就是宣告：说你现在是可以做公司，任何公司吗？是啊，是啊。可是这只是王大陆单方面立场，下午柴智屏也亲自回应，狠狠打脸王大陆。我相信这个所谓的委任经纪约，我相信这是有误解的。我相信我们这份合约绝对是一个是我们可以代表王大陆经营全世界的演艺事宜的一个代理合约。双方看来是各说各话。回到王大陆本人身上，真正让他想要解约的原因，除了他声称加入柴姐公司这3年片酬只拿到100万上下，公司甚至对他有不平等待遇，还有很多奇怪的谣言说，当时王大陆被选中拍摄《我的少女时代》徐太宇一角，柴智屏竟然说出为什么要选王大陆，如此种种才让王大陆心灰意冷，坚决出走。刚说了有谣言，有什么可以具体说一下？到底不可以？我不愿意伤害任何人。你问过柴姐 这句话吗？我怎么会问她？对此说法，柴姐也是一肚子委屈，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说过，反而还恭喜她呢。我没有问过说为什么会是演徐太宇，没有，都还有恭喜她说恭喜你拿到你梦想的角色。王大陆再度被打脸，想想当初柴姐曾经说两人关系情同母子，不过王大陆是否认同呢？大陆自己讲啊！啊，感谢他了。他不认同我们情同母子吗？柴姐立马拿出证据来，不是，是秀出两人的亲密合照和对话。字体上面写母子，是他写的。王大陆三度被柴智屏打脸，不过柴姐依然保持风度，没有口出恶言。我们对王大陆是尽心尽力，然后我也问他说，我本人，我柴智屏有没有对不起你？然后他回复我说没有。下面评贵圈太乱，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哎，王大陆呢是宣布恢复自由身，但是娱乐圈另外一位也是非常火的男星呢，就是胡歌。哎呀，胡主播应该听到这个消息应该不太好受，他是宣布有可能要告别单身喽。我跟你讲，我看这个消息之后，有说他什么已经默认，完了之后我就在内心说，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胡歌吗？你确定这是我认识那个胡歌吗？
谁都不要跟我说话。今天这条消息，我不做任何的评论。我心痛，我很难过。哎，我就纳闷了，孤独哥，你前两天又说到胡歌的生命琐事，我这个跟胡歌哥，他今天怎么没来了，对不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是不是？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真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实我觉得，对娱乐圈男明星真的是很难。你说没有找对象的时候呢，大家要催他们快点找另一半；找到了，还要对另一半评头论足。那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有，还有一种方法，像你很适合走这条路线哦，就是相亲嘛。你知道很多明星之前也都走过这条路线。这几天有媒体发出了张杰、李晨、文章曾在早年上过一档相亲节目，一时引来无数网友围观。乐翻天小编仔细一看才发现，嘿，这档节目不正是我们东南卫视当年大火特火的《为爱向前冲》吗？今天乐翻天就带各位一起回顾一下各位男星的相亲之旅。表白技巧是今非昔比还是持续升级，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咯。掌声有请我行我秀我的爱我来做主的娱乐先锋张杰。哎呦，这近似杀马特的造型加上华丽丽的出场，原来早年杰哥的亮相就已经这么有杀伤力了。当然除了亮相，单眼皮的张杰放起电来也同样十万伏特哦，来跟女生眼神交流眼神交流，哇，电力十足哎！小眼放电同样电力十足，不过对于张杰来说，情歌才是拿手好戏吧。感情若是断了线，就像风筝追不回。想不到咱们的张杰宝宝不但现在是情歌王子，当年也早就是情场高手了。要说张杰参加《为爱向前冲》还真是豁出去了，牵手唱情歌都是小儿科了，单膝下跪才够见诚意啊。宝宝，三秒钟之后，请你做出选择。虽说惨遭女嘉宾拒绝，但通过节目，张杰的表白能力和浪漫天赋着实可见一斑。不过待到和谢娜恋爱时，不知为什么不见张杰大方示爱，却只见谢娜迟迟告白啊！连公布婚讯这种事都是娜姐亲自上阵。我是因为爱他，我要跟他生活一辈子才结婚。今天我要宣布，我要结婚了。不过各位粉丝可千万不要以为张杰是不愿在谢娜身上花心思玩浪漫，只是抛去了从前的表面形式，将爱化为实际生活中对老婆的宠爱罢了。我是一个很独立也是一个很自立很自强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遇到他以后，我觉得我在他面前我可以成为一个被疼爱的小女人。相比当年张杰在《为爱向前冲》里的大放爱招，同上一期节目的李晨和文章也是毫不逊色，只不过其他嘉宾一上来都是狂秀自己的优点，而从小就老实耿直的李晨却首先暴露了自己的短处。我想问一下娜娜，那个如果说你成熟会比我早，那么你会觉得我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小孩子气，那么你会嫌弃我吗？他好像在吵。可千万别以为李晨这是不懂战略，胆敢首先暴露缺点可是属于大黑牛独有的自信。当年李晨的求爱大招一放出，简直让女嘉宾瞬间就范。唱首歌给你听吧。哎呦，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在这里做这个节目，那么希望能接受这枝花。送出这枝花之后，这近十年来李晨的表白技能也是一路升级，不单通过星星石俘获一众前女友，更在去年成功拿下娱乐圈头号女神范爷。不过嘛，如今的大黑牛除了甜言蜜语，可还学会了更高级的恩爱招式，见缝插针，嘘寒问暖。没事吧，嫂？李晨在《为爱向前冲》后，浪漫技巧逐步升级，而当年文章同学追女孩技能早已炉火纯青。我问那个一号波，波，这个问题我是很难以启齿的，因为问了很多，就是比如说自己喜欢的女孩想问她，完了又不敢问，但是人家确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想问你是问还是不问？我问，给你机会问。你会介意我的身高吗？不介意。No。
哎呦，文章这声波可叫得隋俊波瞬间难以把持啊。波，不管你是不是为我来，但我是为你来。阿纳斯哟，阿纳斯哟，我还不干，我怕啊。小编没记错的话，那时的文章已经和马司令恋爱了吧？脖子上的项链就是最好的证据。恋爱进行中还来上相亲节目，这是勇气可嘉。其实除了为爱向前冲里的三位男星，韩玮柏和何润东也分别登上过《王子的约会》和《非诚勿扰》两档相亲节目。不过相比庞玮柏的无悬念牵手成功，何润东的相亲之旅可就如噩梦一般了。本以为男神气质获得20盏以上的亮灯肯定没问题，没想到出师不利，还遭到了某位女嘉宾的无情嫌弃。二号，我一直都不太喜欢他。我会努力加油的，我知道。你对一个清洁工是不太喜欢，没关系。不是，我对清洁工都非常尊重，我只是不喜欢厚嘴唇的男人，不喜欢厚嘴唇的男人。其实对于明星艺人来说，上相亲节目作秀的成分要远远大于找对象的动机，不管做出再浪漫的举动也都是为了节目的效果，各位看官图个乐就好，真正幸福还得靠自己努力争取啊。乐翻天综合报道。今天一大早呢，陈乔恩是在微博上发上了一篇文章，而且还配图说祝自己的母亲生日快乐。这张图片呢 是引起大家关注。陈妈妈长得非常漂亮，而且还嘟起了小嘴，非常傻萌傻萌的样子。什么傻萌？人家是可爱。其实讲这个嘟嘴啊，我不得不说一下我自己，我才是嘟嘴界的这个鼻祖。因为我一开始出生呢就开始嘟嘴，一直嘟到现在。你看现在脸多像包子啊，就嘟出来的。那郭主播也话不多说，既然说你是这个嘟嘴的鼻祖。那教我们一下，这正确的嘟嘴方式最吸引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呀？应该是股市的嘟嘴法，就是哇，试一下，来，哎呀，你看小鱼都萌起来了。我跟你学了好多年了，对不对？现在能不能换点新的招数？不过对娱乐圈的明星来说，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表情包。贵圈的明星为了圈粉，真是越来越会玩了，有颜值有长腿还不够，如今就连表情也能成为圈住粉丝的利器。不管是节目里的一颦笑，还是影视作品里的浮夸演技，只要被火眼金睛的网友挖出，就能成为居家旅行微信聊天必备的表情包。要说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那位明星成为了传播最广的国民表情帝，那想必就是 XO 里的表情包担当黄子韬了。焦不逊的长相，无厘头的表演，搭配时常需要充值的情商，这无疑成了黄子韬招黑的重要原因。我不会就这样轻易的空在空在空在都说这相由心生，这头黄子韬耍酷耍得飞起，可另一头网友们却从他各种狂拽酷炫的表情中玩出了乐趣。不管他是笑是怒，是似笑似怒，还是跑是跳，或是连跑带跳，网友们真是将无厘头玩出花来了。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无缘无故承受那么多东西。我说涛涛啊，年纪轻轻不要这么有压力嘛，看看前辈张翰的遭遇，你这根本不算什么嘛。堂主张翰作为被黑界的精英，时常成为网友们调侃的对象，而在表情包里他也是独当一面的存在。凭借着一部不一样的美男子，张翰不仅将霸道总裁的位子抓得牢牢的，更依靠着剧中魔性的回眸露齿笑，成功加入了堂主豪华表情包。除了这洗脑的笑容，张翰在歌剧中随随便便就能奉献出成打的表情包。喂，长得帅是我的错吗？一不小心就触电了，求你了，再聊个5毛钱的吧。如果说张翰是表情包的翘楚，那么周杰就应该是表情包界的大师了。黄子韬与张翰之所以产生表情包，不免有被黑的感觉，而周杰无疑是靠着演技来直击人心的。我会逼着我吃药的，现在没有任何的力量抗拒我。毫无疑问，《还珠格格》是周杰演技界爆发的作品，在戏中犹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灵魂附体的他，真是连鼻孔都充满了演技。在《还珠》之后，因为个性的原因，周杰的演艺事业停滞不前，可没想到如今他却因为当初《还珠》里的爆棚的演技，成为了网友表情包里永不过气的男一号。还有网友 PS 版的哦，表情包是干什么用的？干什么用的？不太知道什么是表情包。而看腻了一众男明星的表情包，不如来看看这新鲜出炉的娘娘孙俪在《芈月传》中忘我诠释的表情包吧。啊，是要告诉诸位亲大，这有喜了，有喜了。
洋洋表情包在网络上疯狂传开后，惹来一众网友的追捧，就连邓超也没有放过这个调侃自家媳妇儿的机会，他放上四张孙俪歇斯底里的表情截图，并配字等等小华不怕不怕爸爸在。然而孙俪并没有因此停下脚步，相反他在表情包的路上一路狂奔，一去不复返了。一个啊，怪我咯，好，不错。第二个，你要惹毛我了。第三个，人家不想理你了。哎呦，好，最后一个，你们城里人可真会玩。陈娘娘已经很努力了，然而在成为表情天后的路上，她的面前还横着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没错，那就是表情达人小 S 了。虽然陪伴了我们12年的康熙来了已经停播，但是她却为我们留下了数不清的表情包，抓狂、冷漠、兴奋、惆怅，只有你想不到的情绪，没有小 S 做不出来的表情。不过说起 S 最经典的表情，那还得是独此一号的翻白眼。还没结束哦。太久了。都说艺人全身都是宝，就算你颜值不够，其实也大可用表情来凑。在此，小编还是要鼓励鼓励那些还没豁出去的艺人们，快将你们的脸部肌肉扭动起来，我们等着收藏表情包哟。乐翻天综合报道。高宝停不下来，国民老公马瑞玩转国王小咖秀，一个叫周董，一个叫昆凌，是最后他们的孩子会叫周林，就是九零。我是小金晨。大家好，我是古晓。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收起我的笑容，我觉得咱俩应该抱在一起哭一下。今天还真是伤感了，为什么？可伤感了，因为我们要提到一档这个节目，就是10年前是由我们来主持的一档《开心明星脸》。你知道我现在经常去外面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姐姐，我是看你那个明星脸长大的。”我今天这个哭呢，不是说难过，而是觉得很感慨，因为10年之后呢，这个明星脸即将又登陆我们东南卫视的舞台上了。哎，说到就是今天晚上21:10，《超级明星脸》全新升级，变成了魔王小咖秀，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哦。高宝停不下来，国民老公马瑞玩转魔王小咖秀。在娱乐江湖之中，关爱八卦成长协会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如今关八会长本尊马瑞也正式加盟东南卫视创意娱乐明星模仿秀节目魔王小咖秀，既是主持人又身为一票小老婆心中的国民老公，这回马瑞会怎么介绍自己呢？首先呢是关爱八卦成长协会的会长马瑞马同学，同时呢同学也是吴彦祖本人，就是我了。魔王小咖秀脱胎于10多年前风靡全国的开心100开心明星脸单元，以全新的形式王者回归。说起当年的开心明星脸的盛况，我们的会长大人就有话要说了。真的，这个节目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之后我就在电视机前看着我们的管艺老师。什么？什么？喂喂喂，会长老公，请不要这么调皮好吗？话说回来，加入魔王小咖秀，马瑞同学也是做足了准备。面对江湖上各路模仿明星好手，会长大人自然要发挥他的八卦特质，比如遇上这位蔡依林的模仿者，是一个叫周董，一个叫昆凌，是最后他们的孩子会叫周林，就是九零。有会长老公坐镇魔王小咖秀，自然少不了小老婆们的积极参与。这不，就有一个参赛者自曝是会长老公的超级粉丝，场面立马就温馨旖旎起来了呢。我是我。小点评，不管是不是会长的小老婆们，都千万不要错过魔王小咖秀哟。来点心面娱乐显微镜的环节，只答问题呢就有机会拿到我们奖品了。来看看昨天问题的正确答案，就是周秀娜。恭喜一下朋友，除了获得好吃好给力玻璃海苔点心面提供的大礼包份之外呢，另外还有胡夏亲笔签名的写真送给你们。是的，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问题，那就是画面中的这个人是谁呢？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登录到我们娱乐乐翻天的官方微博或是官方微信来回答问题，回答正确的话就有机会获得好吃好给力玻璃海苔点心面提供的大礼包一份，还有就是今天我们节目组要送给大家5亿亲笔签名的写真集一本哦。是的，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希望大家一定要支持我们节目，明天时间再见了，明天再会。